妈唔是好爸母啊，恁若遐尼惊伊啦。是啦，妈唔是好爸母啦，伊比好爸母啊，搁较恐怖。妈上听你啊，你啥物拢好啦，我咧，我就无遐尼好康啦。你放心啦，小等下我甲米奇哦会替你讲好话，妈就袂搁怪你啊啦。是啦，即摆妈平时虽然较歹看，啊，毋过伊袂搁细细粒哦。你都甲讲，你外久毋敢等去厝诶，你敢袂记诶？妈想起爱一礼拜，起起来较痟呢。煞煞去啊，我想要甲伊去冲突啦。诶，廖真诶身躯洗好啦，我先来转啊。嗯，讲了有道理，我来转啊，拜拜。 奇怪，讲着妈恁的灶干阿婆诶，大姐啊，你家己问袂出，搁爱派妈来问讲，姐夫是安怎甲乌嫂饲掉？这款方法咯，干阿你想会到啦？当然啦，我安尼哦是要避免甲恁姐夫起冲突啦，我是不是就巧？再来走，拜拜。 做啥？你想啊，妈妈问你，我想是不是该动啊？妈，你是咧讲啥？博祥旅行社做了好好啊，想要要该动啊？又唔过，我拄只面面看到。妈，我巴肚就枵的啊，我足久无食着你煮的菜啊，你紧来煮饭好不好？我知，我知，咱们就回来了哈。
我想，那有可能送回来。哎，店家。 才早了去，我才无想要这个时阵，感觉见面呢。大姐刚过生哦，拄着嘛，世界大战嘛，北韩打非洲。不是啊，拄则大姐讲的话，你莫去心肝内呢。伊就是伊团着骂啦，刀子嘴豆腐心。你讲话哦，一句比一句搁较歹听，伊无歹意啦。我知影，我嘛是真着骂，刀子嘴豆腐心，才会对大姐安尼讲话，我嘛无歹意啊。 我知影你两个拢无歹意，伊啊，不过我就是无希望恁两个为着我才要冤家嘛。好啊，我知影，今日阿妈要来啊。姐夫。 你不是公司处理代志，那你可用照等啊？啊，我着公司的代志拄处理好，小心转来陪恁姐啊。我是讲，恁两个来走来。这样问你啊，你想怎搞无所事头咯？对啊，大姐因为这件代志足无欢喜的呢，迄六金啊，落无人头管啊，规间厝用啊乱七八糟，大姐就是无法度再打电话叫救兵啊。歹势啦。 过恁两个斗相共，袂啦，无要紧，我拄则袂输甲女佣共款，一直穿一直扫，规间厝互我个整理甲足清气个。啊，即摆电脑是大姐的情绪，较无好，你会加甲按来一下呢？我知啦，拜托我加按来，多谢恁两个。大姐夫，今日咱会徛到倒摆转来啊，你的车嘞？哦，有啊。你安那？ 哦，就是我的车歹去啊，而且我都买吼是车行少啊。哦，歹去就歹去，是安怎你的表情怪怪，跟那有苦种共款。无啦，那有啥物苦种？啊，今日阮厝内底的代志吼，多谢恁两个啊。嗯，姐夫啊，恁那会变甲遐尼客气啦？嗯，啊对啦，等下阮妈会来哦，阮两个要先落跑啊，大姐就麻烦你甲安慰啊吼。再见。 医生啊，医生讲经过详细检查，也够有够可以医生回诊了后，伊拢认为至少你的脚有淡薄神经无去伤着，那咧代表讲你的伤一定会当好起来，所以你免着急，慢慢烦恼。我相信你一定会当站起来。 你不是应该问我的，你还颠倒去鼓励我，赶紧给他站起来。啊，我知影，你一定是惊讲我对阿你负责，对阿你照顾我一世。放心啦，我大阿你的节目已经有够济啊，我袂比家用我这条伤给你忘掉。 你想要跟你讲，你是因为我较受伤的，我照顾你嘛是应该的啊。我都知道你安尼讲，所以我就怪我想要跟你讲较清楚。
需要你的同情，我不需要你因为自责想要留在我的身躯边照顾我，因为我爱的是你的真感情。我希望得到的是你真心愿意留在我的身躯边陪伴我。但是我知道这一切都不可能，所以为了不要造成你的负担，我一定要赶紧站起来，我不要再造成你任何的痛苦了。麦老，我知道你以后都是一个很坚强的人，但是我真的想不到你会这么平静说出来。他都已经受了这种的重伤了，如果想不通是要活下去，只是在我的心肝里有一些感慨。经过这些事件，终生在他都应该好好珍惜你。在第一节时阵，我就受到这款的重伤。天公伯，你头弥补你的机会都唔好我。伟老，你的心意我拢知影，不管安怎，我一定会陪伴在你的身躯。一定到你好起为止。你哪条安尼讲？我知你未过好机会啦。那你今嘛，你应该勇敢去追求你家己的幸福。你留在我这个破相的人的身躯边，是要做啥？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到我都真的没起来，你真的不需要浪费青春在我身躯顶。大哥，妈。哎，妈。哎，女儿。爸，你今天敢有较好？那当然咯，哦，好真多呢。拄啊，恁阿袂入来进前啊，我有耐心呢，站起来两秒呢。敢真正？当然是真假的啊！玉禾啊，你都要相信爸爸，爸爸真紧就当恢复跟较早同款啦，所以你要对我有信心啊！啊，够有啦，这段时间我可能会麻烦，你都要甲斗相共。爸，你哪安尼讲嘞？我予你饲到这么大汉，你拢无嫌我麻烦啊？我哪有可能会嫌你麻烦嘞？玉禾已经乖，真友好啦，你放心。我知恁拢会讲白啦，但是我真正无法度目睭紧紧看着恁手里我的情况，所以阿爸若啥物代志，我会当甲恁做，而且恁放手给我甲恁来好无？我今麦想要去洗手间。哦，来，快到啥卡？放心啦，你看我多留意啊！烛火炉，较早是人爱抬头甲你讲话。你嫁人一阵，你来落魄到这款的地步。男人想吞一滴泪，无怨叹，爱用尽心灵胆，不管自己乖巧胆。爸，一个人伫内底，敢会赢？呀。
我的个性就是安尼啦，伊若袂让人斗三工吼，咱嘛无违法。你刚刚这年头，我感觉够恋爱啊呢。你当然冇恋爱的感觉啊，会记无？咱第一届见着面，我就是穿这种衫，你看我偌用心就好啊。老婆，你恋爱去，我永远为你发光发热，我就是你专属的小太阳，知吧？看你真心这么好，我就放心吗？跟今天不要陪你出国。我在你的边照顾你，不是更加好？我娶你是为着要你做女王，不是要你做看护的呢。我这个接受治疗了，一定会变成虚弱，面色做歹看。我才不好就看到丑丑的样子，但一定要看到丑丑的样子，气死我！我记我呢，我是要安怎？可有真正跟我讲生笑？我看你是想要去遐有金丝猫、Angel 做看护，才会搞我这只乌鸟放在台湾。好啦，看你破病的份上哦，我就让你放风几天啊。啊，不过你要健康回来哦。嗯。嗯。你那样觉得帅呢？紧急啊！那一段时间我都见面了。不爱啦，这要看的时候我才不爱看。我出事哦，答应我，平安回来知影无？飞机会较忝啦，你药拢有扎吼？无啦，唔那药啊扎，连医生我拢扎，放心啦，没有代志。嘉亮哥哥，你一定要加油，一定要好好动手术，把你的病医好。我知，你有动作吼，我出国去出差就好。我是讲，爸爸，我无伫咧厝的时间喏，爱代替我加陪一下爸妈，莫拍拍照，知无？我知啦，我今嘛责任足大诶，我还好甲大嫂、个小乖顾好。恁大家放心啦，我会好好照顾嘉亮，一定让手术顺利进行，让伊平安倒转来。有听到无？那医生拢挂保证啊，拜托，来卖烦恼啊！哦，奇怪啊，这个时间拢已定好啊，无要跟杨俊那阿未到位啊，我卡接电话看卖啊。俊啊，你两个是安怎啊？啊，时间早就已约好，即摆才到。是啊，妈，啊，都有诶，就无头先啊，约好之后，一个月就过期了，所以无头出国。啊？护照的有效期限，这就买半年才能出国，啊，你连这嘛唔知哦？所以我哪会知啊？我也无定定出国啊，是旅行社咧替我办的时阵，才发现讲我的护照过期。啊，不过你放
码永俊都这样，有找我去办急件，是讲嘛爱等两三天。办什么急件啊？去机场才办就好，加加半工就有啊。啊，我就真正唔知啊，我也不像像恁有钱人，一工到晚拢爱出国。我只是想出国，无超过三届，足可怜的呢。不要紧啊，这人去美国，佫有真侪术前检查要做。你捐赠者满两三个够，佮袂要紧。恁赶紧去机场办护照的代志，应该佮我会有手术时间。哦，我即马随船微微来机场，啊，看有其他的办法吼。哎，是是是。阿姊，嘉亮死咧啦！我们家这两个到即马佮敢不接出咧？不要紧啦。这一晚以后，管骨脆，嘉亮叫嘉亮的性命，其他人不要紧。邱医师啊，做来阮嘉亮的治疗，就拢爱麻烦你了。本来先出发，到恁嫂嘉亮去机场哈。免得麻烦，免送啊啦。恁嫂在机场，阮不是同款，和你去坐飞机去啊。好，今麦麻烦啦。嘉亮哥哥。大概是受给陪你一点仔时间，安尼你嘛唔肯哦。我看嘉亮应该是情感丰富，加死到泪洒机场，才唔敢让你上一个机场啦。什么拢袂好烦恼，拢袂家己面对。我为了尊重你，只要你能平安回来，你想安怎拢好。有钱任性，我即摆是破病任性，大家要看明白。妈，妈，我们出发了。吃饭哈，不要哈，伯祥，今仔吃饭啦。哎呦，你吃饭跑到鞋冲下，来来，跟他吃，跟他吃。哦，你什么？你呀。哎，妈妈来台北，天天煮饭就是辛苦啊，你来先吃啦。人了巴肚枵嘛。哎呦，不要紧啦，是我脚手汗慢。我唔想有巴肚啊！哎，紧吃紧吃紧吃，哈，紧吃！来来来，这大波人哦，伫外口趁钱真辛苦。紧吃淡薄啊！哎，你想这你想爱吃？嗯，多谢妈。妈，我家己来就好啊。啊，是讲我想啊，你唔免跟我客气啦。你嘛知影，自细汉哦，我就较想米香啦。假使讲有啥不好的所在，你跟我讲，我会偷偷改。好啊，无啊，疫情好。哦，家属讲面相若真好，你是安怎叫吴嫂离开啊？伊是做唔着啥物代志？无啊。哦，啊是讲你看面相伫咧厝，永远无代志通好做。你想要叫伊做出来面的工课？
妈咪才嘛应该爱互厝内底的工课。哎呀，我想啊，毋是妈妈哦，较威风面相啦。你嘛知影，伊自细汉都毋捌做厝内面的工课啊。我着叫伊好好读册，结婚嫁遮尔久啊，厝内面的工课伊也毋捌做啊，你即摆叫伊做，安尼敢好？只要有心，毋管几岁，无啥物代志做起来。 安尼讲嘛是无唔对啦，啊，不过袂当怪面相呢，你若要怪哦，就怪我这个妈妈无甲伊教好，哈。妈，我不会怪你好啦，只是你莫真正想面相好无？进前你嘛毋捌嫌过我袂晓做厝里的工课啊，啊，即马是安怎开始用变安尼啊？吴嫂。 伫咱兜已经做遮尔久啊，妈甲厝里看啊真好，连六姐嘛照顾了真好啊。我毋知伊是犯着啥物错误，你要甲伊撕掉。啊，毋过即马是讲求专业，任何代志拢应该有专业人来负责啊。你是根本就是恁硬拗，我问你，你有啥物专业？我的专业就是甲遐贵妇团打好关系啊。 因的老公公司的员工旅游拢是因为我的关系，才会让你履行社负责。安尼算起来，我嘛算甲公司扣袂少的业绩，趁真多钱的。你迄有饲料的大头家，看落钱比上国较当算啦。伊佫真巧，摕你的命来甲我压，公司要拍折，迄个啥秘书，而且领队还佫导游费拢白付，我佫爱家己拆。 我根本哦，就是做了解生理。哦，食饭食饭啦，是讲，我想啊，告诉讲哦，迄款生理歹做，迄就卖做，卖做啦吼，卖做。是讲，我想啊，妈妈有一个感觉诶，我感觉你改变真侪呢，而且耐心嘛较无好。 你是不是伫外口有查某啊？啊，无啊！你莫听面相我袂讲啦。我啥物拢无讲哦。对啊，毋是面相讲的啦，是我家己摇的啦。是讲，阮查某囝面相遮尔优秀，哪有可能输外口的查某人？对吧？妈，我这拢是遗传你，才会遮尔啊逼人。 对啊对啊对啊，阮大汉查某囝哦，都是真着我，人疼。来来来，食饭食饭，啊，紧食紧食。哎，米香啊，你想，是我意思是讲哦，妈，你放心啦，米果即马哦，甲米奇做伙，因会当互相照顾，没有代志啊。哦，食饭。 你甲我讲，民国时的宋相，我毋是问伊啊，问伊的代志甲我有啥关系？哦，好，我自言自语，自言自语哈。柯伟讲，伊要家己一个人冷静一下，啊，拢这个时间啊，咱还袂转来啊。 前女友虽个遐尔水，看起来嘛足温柔的。无怪柯伟对伊用情遐深，即摆伊转来啊，应该有可能阁做伙。啊，若是安尼，我敢要造成柯伟的困扰？我看我心里几好啊，柯伟。 是啊。哦，我想讲你遐嘛还袂转来，我烦恼你啊，所以我伫遮等你，啊，顺便替你把房间收收的。
伊不要紧吼，看起来你心情不是真好，安尼我卖阁留咧遮吵你啊，我先来转啊。小大人，刚刚老二来，不要啉酒。包括魏先生，你是准备好要跟我讲你的故事啊？我答应过你，你该分享我的秘密。三年前，我跟前女朋友准备要结婚啊。但我结婚之前，一个人要失踪，一句话拢无讲啊，突然莫名其妙消失了。那时阵我一直找，一直找，找到今日起下，还是找无伊，甚至。发生真严重的车祸，伊也是无出现。所以刚开始，我就一直怨恨伊，我就开始逃避，跟有关的一切。不怪，也丫头也看到人笑，阿母不怪哦。咱店啥物货拢有，就是无摆好。最后，我先开啊，看破，我愿意放下，我天天给帮忙去。虽然你讲哦，你一定该放下去啊。啊，不过我看你，看伊的眼神，你应该无完全该放下，你还是对有感情的。就算诶，我怨妒你的前女友，又搁怨妒，又搁心酸，因为伊捌得到你的心，啊我只是一个伫咧唔对的时间出现，唔对的人，我想要行入你的心，可不过你的心从来唔捌拍开。傻瓜，你早就入我心内啊！啊，你的意思是？
认得出来？什么认得出来啊？敢认得出来讲哦，我是一个查某囡仔，我只要手脚就安的，手脚就安的哦，你挺素胸哦。一般的查某囡仔是安怎会穿束袖？应该拢是穿暴露内衣啊！哦，你敢袂是？是啥啦？王伟较早就最讨厌的暴露内衣啦。你敢知影？迄暴露内衣是在物化女性。我是感觉哦，搭束起来安尼较舒服啦。若是要叮当哦，嘛较方便呐。哦，不怪，不怪，莫受气。啊，不过我甲你讲哦，啊，查某囡仔腰啦、屁股、身材，拢跟查甫的无同款呢。就算讲你即摆全部拢缩起来，到时阵哦，查某拢会发现的啦。你放心啦，诶，大部分的查甫人哦，拢看袂出来。因敢若知影哦，有奶就是娘，无奶就是郎。我甲你讲哦，你千万唔通把我的身份讲出去。啊，搁有领导的何韵，爱甲提醒嘞，知无？好给你用，刘强壮，搞砸。搞砸，总强，搞砸。啊，对了，这是业务资料，你看麦姐，啊，中道正经，甲我讲你的想法是啥？好。陶给你用。陶哥甲康燕哦，去大卖场做迄同性质商品的调查啦。阿公哦，下班之前就会回来。啊，康燕这个大块头做企划，敢袂用诶？参像中强哦，就真适合做业务。你看，生做这样斯文，这样缘投，佫敖讲话，人客看到一定会买单的啦。陶哥，你哦，你给我学了，佮想好去啊？我先看资料吼。嗯。强壮，稍等下晡，咱去拜访客户，这是完了的资料，你看卖一下，爱了解产品安尼较好啦吼。无问题啦，那了先去无用啊。原料厂商的资料，其实我对做研发就有兴趣的呢，算有人派去做业务。其实哦，我真正就袂晓跟人沟通的啦，做业务对我来讲哦，压力真大呢。是咱两个当搞啊是工作项目。哎，要唔讲哦，我嘛就想要做研发的啦。你看，我叫你派呢。若是去到业务哦，一定会把迄人客拢得失了了啦。安尼，你看你的，啊，我看我的啦，吼。有安尼啦，就我看的。我就是无想好你看啦。就看。哎，你要扯有啥？来，就。啊！你是变态去啦？哪会咁懵啊？好多啊，我的手，敢若懵着。懵着啥？你嘛袂讲哦。你的胸看哪会？哎，我知呀，你。人人相吞一滴泪，无我心的等待感，爱用尽心的等，不怕自己。你的胸看哪会？哎，我知呀，你有牛乳症吼？看你安尼细粒子，一定是迄种生长激素的物件吃伤济去啊，才安尼袂大汉，佮有胸部哦。一定就介意食迄种廉价鸡排了。哎，啊，什么叫做廉价鸡排啊？无你跟我讲啊，这世界上都一款物件叫做高档鸡排，哈。垃圾食物吃太多，对
就会有像在迄种什么环境荷尔蒙累积在你的身体，知影无？人这嘛唔知，佫想要做研发，我看你啊，不如做业务啦，因为哦，你做时间。来啦，我来看你罩杯。哎、欸，你卖乖哦，你乖要不叫啊？我紧啦，我快。你妈呢啦？哎呀，你我紧啦，我。你哪了呢啦？哎，你创啥？干嘛这么大声？哦，我对伊。哎呦，你物件是看完了没啊？无看完在遐乱，真正哦，真正就无责任感的啦。我看迄资料看足紧的呢。就算讲叫我一个人同一个时间做业务甲做研发，我嘛应付甲好势好势。总长，你的听度是真好啦，啊，不过甲吴文刚的相处爱加油哦。强壮，咱现在去抽香烟啦，啊，资料摕伫个车顶看。做计划，没啦。我毕业了后哦，就顺麦去学校教书啊。啊，平常时哦，嘛真罕有机会当接触别个行业啦。要唔过即届哦，真正我眼界大开啊呢。以前你有够厉害的啦。我哪有？有啦。我总算是了解哦，那是要做一个伟大的作家，就一定爱有足侪足侪生活经验的。所以哦，我顶多爱感谢你，让我会当去体会人生啊。安尼哦，对我的写作帮助真大哦。真谢啊，安尼就好。呀，发工快递哦，好快好快，好姐，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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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大家，不是收封快递哦，我而且四点钟无休困，而且我计算上少的，我顶个话是电话，再三报快卖，好多谢。大家大家，不是收封快递哦，这顶个话电话再三报快卖，多谢多谢。大家你好，你是双峰快递，而且四点钟无休困，送回上紧，请上报警。多谢多谢。你好，是双峰快递，阮计是上少的，但是需要哦，请看电话。多谢多谢，多谢多谢。你好，姐夫。公司确实有赚钱，啊，不过公司的股东把钱搬走，不过钱还剩无啦。而且公司现在负债，我只好先把公司停。所以你昨徛有多摆，是因为你家欠袂掉。啊，现在大姐拢无讲啊，刚刚你让大姐知影？是啦，她讲也无路用，伊加烦恼的。对啦，恁两个唔通甲恁姐讲。想做咩个讲啊？林姐啊，吼，下我都接受啦。前几天我有淡薄个试探一下，伊讲是无钱，伊干嘛去做啥？姐夫啊，阮大姐哦，讲话是较夸张啦，你莫太认真嘛。来看林姐啊，你用高高在上，其实你真爱民主。是讲伊知影我破产，唔知影伊变甲安怎。姐夫，你今仔就爱大姐呢，代志拢已经到家，阁有伊在想。对啊，你逐工哦，遐尼拍拼爱趁钱呢，阿姨咧，等下做贵妇啦。若是换做别个查甫人哦，早就挡袂牢啊。阮结婚迄天，我其实对伊讲过。要回过幸福快乐的日子，只要我好脚好手，我绝对袂违背我讲的话。我相信有时间，我一定会当东山再起。嗯，姐夫，加油！最好啊，最好啊！我甲你讲哦，阮奇运食品哦，以后若是要送货，一定甲超丰快递合作。姐夫，你一定要加油啊！多谢，可能像你爱听话。我愈来愈有勇气啊！
奇怪，今仔日反常哦，少爷搁咧困，啊连严小姐这个平常时拢比我较早到的人，还搁啊袂来，奈安尼啊？欢迎光临。哎，叶小姐，光总，这可不行啊！原来你真正回来啊！啊那安尼，我刚看的人真正是你。你刚看到真正是我，是什么时阵啊？啊，看到那也不叫我。啊，因为哦，我嘛不确定啦，啊，唔知也不甲你叫。啊，你来出来哦。应该跟你睏啊，阿无你先坐一下，阿我边仔甲叫。哎，光头，我甲莹莹甲你做伙去啊。其实我昨有甲柯伟见面啊，也毋过伊最后呢气噗噗离开。伊若是知影我今仔日来找伊，我惊伊袂想要见我，所以拜托伊好不好？我坐边来。小雅，你去上阿妹。小雅，我你去啊。小姐，阮少爷哦，今仔日可能无方便见你啦，啊麻烦你先离开，我叫阮少爷甲你联络。什么代志啦？是的，瑶瑶。叶小姐，你在做啥？你敢知影你安尼讲伊会受伤？我当然知啊，我就是跳江的，我就是怕伊受伤。该有好笑的明天，根本没剩啥。而且，你根本不知道我们两个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代志。你莫管你这边话。高可伟，我唔管你之前有啥物文官，迄拢已经过去啊。你下趟选择无要原谅伊，我唔管你无需要安尼伤害伊。你安尼做。跟你讲的伊有啥物无共款？真正想要搞你死款？小雅，是你啊？
对我生气。警察讲，弄到你的人哦，真有诚意要解决。也毋过，伊一个月的薪水才无几万块尔，根本无遮尔侪钱当陪你。贝罗啊，你是不是考虑卖去甲为难啊啦？啊，若无吼，你甲追究吼，人赔你的钱吼，就有可能会互伊家庭倒落去。是啦，贝罗，这个代志只是意外尔，什么人都无伊发生啊。而且嘛是甲恁无细意，才起来扯弄着，敢袂当请恁手洗牙关，莫开计较啊！你谈你是咧紧张啥？我过去敢是一款得理不饶人的人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唔免提醒我啦吼。其实我也放弃跟对方追求，我以为咱这款高位人也真正无意思。哦，你安尼就对了啦，啊，结一个孽缘哦，不如结一个好缘啊！啊，咱人吼都爱有量啦，有量才有福。啊，对了妈，该当麻烦你哦。若是有人来病院要甲我探病，该当麻烦你替我提示。我今嘛什么人拢无想要去，我敢想要好好休困。当然没问题啦，啊，你就好好静养，哦。哦，一天天安尼困在家哦，有个人拢难死去，都想要出去讨吃亏。陪你去啦，哎呀，唔便啦，等你的身体都要恢复咧，你加休困啦。阿妈，你嘛同款咧，啊，即阵啊，你拢一直咧照顾我，你啊身体若是怕歹去，我是会自责的啊。我刚想讲买回园老老的尔，无代志啦。那呢，我陪你去，干咩嘢？你就好妈陪你去啦。虽然讲恁两个人已经离婚啦，嘛有家己的生活，也毋过咱是一家人啊。而且你毋是嘛惊妈受伤，才会冲出去替动车。啊，即摆妈想要照顾你，你是安怎要拒绝伊？爸，你两卖哭强啊，答应妈。雨禾讲了对啦，啊，咱是一家人啊，就算恁已经离婚啦，嘛无可能完全一刀两断啦。啊，彩燕的个性你嘛真清楚，就算你甲拒绝，伊嘛会想办法继续甲你关心啊。是安怎啊？你无爱甲心放互开去接受伊，安尼彩燕的心内嘛较袂自责啊。虽然较早我出去恁爸哦，无顾家庭，甲一个家吼，母家安尼乱吵吵，我甚至希望伊赶紧受到报应，才会当甘无回头。不过即马，伊真正受到报应，我的心煞足痛，看伊安尼失去自信，我竟然甘愿伊亲像较早安尼阿爸。
你放心嘛，我相信哦，有妈在，爸的身躯边加伊鼓励，一定会最近就好起来。希望会当真正像你讲的安尼啦。伫咧病院的花园，嘛有真侪病人咧散步。看久啊，唔若无得放轻松，变到压力搁较大。所以我想讲，就出来咧出来行行咧，应该对你嘛较有帮助啊。自从咱离婚以后啊，才罕有这款的共识啦。就是希望我会当赶紧好起来。但不过彩燕啊，我也是甲你讲，你真正无需要负责任。就算我一世人拢残废啊，我嘛无希望你勉强你家己留伫我的身躯边。你莫想遐尼济啊啦，我无勉强我家己啊，我到底希望有我的帮助，你会当重新搁徛起来。但是我永远拢无法度搁徛起来了。我实在煮火炉是一个真坚强，袂起来还是怕倒，而且会越挫越勇的人。只要你相信你家己，卖放弃你家己，卖讲是徛起来啊，就算讲用行的、用走的，你嘛同款做会到啊。卖阁安慰我，无人比我了解我家己。我交我关系啊，逐天都需要人来思考我。这款的日子过了久啊，我即卖意志力嘛拢已经消磨殆尽了。在我面头前，你敢会当卖阁顾你的面子啊？讲实在，伫个生死关头安尼行一撮，即马会当活咧，安尼大嘴喘气，感觉真正足好。真诶，活咧真正足好诶，也毋过有希望会阁较好啊。你有咩想法啊？起码你都好好做你的工。
社主任啊，我廖春公，你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诶，想袂到你上班的时间竟然在耍游戏哦。你不认真咧做工课，要哪对得起头家啊？我讲贾永俊啊，敢讲你唔知影基金会要甲游戏厂商合作，联合大通集团办节慈善活动？我即马是研究厂商的商品，无明仔是要甲讲合作啊？我咧甲你讲算笑，莫遐认真啊！我嘛做为了研究节目，安算啊？好算啊！姐姐，你想要研究？我看你根本就想要算尔，等你做工课啦。我小主任啊，你对基金会安尼牺牲奉献、认真拍拼，我是真感谢你。啊，不过你安尼对我讲话态度就唔对啊。我是你的顶司啦，叫你做工课多好尔。啊，你要感谢我，今麦是安那？基金会领导呀，咱讲话你搁听有吗？无唔对，工会集团，我咧就是伊驸马爷。所以这工会基金会啊，算起来嘛是阮家的产业。阿爸，你只要认真拍拼，好好做，我会叫厂董、工长。加你淡薄薪水，驸马爷，那恁的意思就是杜薇薇是蔡长董的查某囝？哎呀，你总算了解，代志就是安尼忘掉。啊，恁两阿妈是安那？想要做有钱人的驸马爷，搁千金小气笑，免民望啦，坐咧啦。不，我跟你讲老实话，恁来拢听无啊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伊两个用个 DNA 呢，我无骗你啦。你听我讲，伊两个真正是我囝，我跟你讲，真正有。薇薇啊，这几天吼，你若是有时间，就下休困一下。医生有讲过，你的白血球上升指数，就算我去美国，也无法度把你的骨血管给治疗。无法度管就卖管啊！你捐骨髓去接嘛，这尔粗着。我一看就足惊的呢，下当拖一天是一天，上好是卖关，护理家了后，甲别人配对就好啊。薇薇，薇薇，我咧甲你讲话，你是有咧听无啊？有啦，我会好好照顾我家己的身体，袂让你烦恼啦。妈，你放心啦，你讲的话哦，我一定拢会听的。好啦。有听就好哈，我是认为以后咱伫个公司还是较低调，先卖互别人知影咱个关系。啊，若无，若是要处理什么代志，人拢会讲我伫个位里，顶多对你较无好。我知啦。啊，讲有贾永俊，你也甲提醒哦，伫个公司认真做代志就好，无需要讲个话哦，都卖讲啊。卖搞乱了无？我卖起来，俺哥认真听我讲，我来爱找薇薇哦，真真正正是你家千金算你半头家。而且，伊有十趴公会集团的股份呢，那是你家送伊的礼物，伊算是股东呢。小姐，上班时间是了，别讲啥。无啦，我本来甲社主任伫咧讨论迄甲游戏厂商合作的代志，奈才讲到遮来，都是社主任啊！哦，有够好奇的啦，一直甲我问，一直甲我告诫，我不得已才甲伊讲的呢。无啦，厂长，我不敢问啦，是家己一直讲一直讲的。哎呀妈，啊这也无啥啊。啊！你的面色慢慢这么啊歹看，你阿爸哦跟我同款啊！你较早阮做少一歹代志，啊，不过拢应该顾自身啊！啊，你今嘛嘛做信任伊的对无？迄大家哦，拢嘛是家己人啦，无需要阮瞒啦哈！我拄才伫外口跟你讲过话，你随袂起来。
唐总，这是明仔我当的资料，你看一下。资料袂歹，那你阿爸明仔在活动，你就搞出来。阿妈，阿我嘞，我落来去啦。卖啦，你的身体无爽快，爱加休困，知影无？我会赶快身体搞好势啊！阿姆过去活动，我嘛是会当去啊。而且明仔一定出侪人，咱会当趁这个机会向大家宣布讲，我就是你家的千金小姐，是你的宝贝啊，查某囝。妈，你若是烦恼我的身体哦，啊无我会叫杨俊哦去替我买一挂好料呀，甲我补一下啦，安尼我的身体也蛮较紧好啊。啊，妈，啊不是，常董，我话讲的其实真有道理，就着这届活动哦，会当用公会基金会的名声推广出去，让所有人拢当知影，公会集团家大业大，人口兴旺。虽然讲兼职李佳明这后生，啊，不过这李薇薇这查某囝，这也当恭喜哦，一来一往，富富得正，财源广进，事业发达。我感觉呢，不好呢。明仔是一个慈善公益活动，底下讲出来代志，我给模糊焦点。我感觉你安尼才不好呢。唐董就阿袂讲话哦，你有这样着急表达你的意见，你有大事无？你俩准讲你想嘛？阿爸讲了无唔对，薇薇，这场活动若是把焦点看唔着所在，就无意义啊。而且你爸爸嘛也无欢喜，到时阵哦，对你也是对我拢无好。你着卡恁来，等去美国，把代志处理好好势。我会请恁爸爸正式召开记者会，宣布你的身份，和你应该有的地位。啊，那这届哦，都先听我的，哈。妈，就是因为你家一直无愿意承认我，我唔知我就我唔知会破病。我的身体若是一直无啊多好，我是要怎去美国啊？了阁有啦，爸到底要到什么时阵，伊才愿意承认我？刚讲承认我是恁的查某囝，互恁囝仔做见笑的哦。薇薇，你莫徛伫我的立场替我小想一下啊。起码李家是因为家亮破病，需要你斗三工，这样让你高分，是你立在李家的地位呢。啊，伊若是这样无低调，做代志无脚踏实地，让李家人认为讲你已经开始重新做人，伊哪有可能把你当作是一家伙啊嘛？我知影啦，你拢认为我人无好，就算讲我想要重新做人，我的态度放搁较低，你大概嘛是无愿意相信我啦。唔啦爸，啊，搁有大妈、大兄、搁有大嫂、搁有宝儿，伊拢是安尼看我的啦。啊！不过上予我切心的，就是妈，连你嘛安尼想的。永俊，我看咱是暂时先离开啊，等下大家拢愿意接受我，拢相信我，咱两个才回来。小邓，好啦好啦，恁两个若想要去哦、喔，明仔载跟我做伙来去啦。我拢安排好势啊，明仔载就严小姐接受记者专访，将咱公司新的医美产品推广出去。王董事，我希望你能多多配合和我协助，做好将咱公司的新产品推广出去。我知啊。我再来讲一遍，我希望你这边唔通阁为难严小姐。啊，那无，我一定会追求到底，所以请你唔通我失望。请江丹的放心，我知影要安怎做。若无其他代志，我是做。你的个性嘛，较直，你就莫见怪。我袂见怪，我嘛无想要甲伊计较。只要伊会当好好做代志，莫规工想方想方要对付严小姐，我袂怪。是讲，小郑，你嘛同款。我了解了。明仔载咱到游戏公司
包括公会基金会做一办的联合慈善活动，真有意义。到时阵公会的蔡总统啊，也亲身来参加这些活动，所以我伫负责将这活动办到顺利圆满。所有流程，包括表演的节目，拢安排好势，而且联络各公关这方面也办好，知无？那是对啊，你放心，这边的活动啊，我一定会办好势。哇，这厝衫才两万几块，确实有伊的价值啦。上场是我穿起来实在有够适合的。杜伟伟，你真正是全台湾啊上水的名媛呢！明仔日主持活动，你一定是活动的注目焦点。娘拢把我当作细汉的画来画去，今麦我一定要好好在伊的面头前顶一下。同学，你照顾无看到你安尼？杜威威，我强要让你惊死哦！哎呀，歹势啦，雄雄看到你哦，心过欢喜安尼。啊，你今日去做啥？嗯，我买给你啦。你买给我？嗯。去做啥？办几块的？你敢买得起啊？你看我身上这厝衫啦，这都要三万几块呢啊！啊，你这厝才一万几块呢，我哪可能买不起啦？啊，看你要买几领，三领好不？莫跟我对你不好哦。嗯，无你是中乐透，比中乐透更加好呢。你今麦一定是想要知影讲我发生什么代志对不？来，问我，紧问我。我无兴趣知影，免想嘛知，你一定是骗人的钱。我甲你讲，这个钱留袂久，你嘛有袂开。到时无钱，再来找我借钱讨钱，我才袂睬你。哎，你莫看我无哦，我甲你讲啦，我即卖哦是比你搁较有钱呢。我即卖新婚时哦。蔡雪娇阿哥李一龙的查某囝，嘛就是光辉集团的千金。阮家的金刷银刷是开不完。啊，唔过你放心啦，虽然讲我遐尔啊有钱哦，我袂提一个阿丽的啦，咱两个是老同学啊。看你爱啥啦，你凊彩拣啊。同学，我买给你。是讲哦，你即马可能爱较守规矩的哦，莫一直掠准讲哦，我阁是你的细汉呢，也阁有，莫一直想讲你也是阁伫个菜市啊内底，迄讲话屁屁叫，有够无水准的啦！你也知影，我即马身份哦是比你高贵出济的呢。那阁是同款的步数。正前你去改造蔡清溪伊千金，即马阁找到伊的小妹蔡雪娇，你到底是安怎甲人绑的？我才不去巴结嘞，是蔡雪娇来跟我相认的，好不好？无这姓蔡到底是安怎，拢去食着黑心食品，头壳拢歹去啊！这样你爱认查某囝，而且阁是认着你这公认黑心货。你是咧讲啥哈？你莫因为想过行政话都乌白乱讲话哦！我真正是蔡雪娇的查某囝，我拢去验过 DNA， 绝对是真实的。哦，我知影，姓蔡的头壳无问题，是你的头壳有问题。真正是受气受到起笑，你若真正是蔡雪娇的查某囝，我就把你的皮包吃落去。听你讲废话，真正是浪费我的时间。我已经几包都废了，搁去拄着你，我真正有够衰的。什么？王美姬，这个王美姬到底是要摆啥哈？好啊，就照你所讲的，我来穿一个皮包等你。死狗，看你有什么脾气，把皮包吃落去。
小金他妈的压力，我都接受我的求婚。不过我一定要让他了解，我不可能放弃对他的感情。喂，阿嬷，我得要到厝啊，我先回去休困，明仔再去北病院跟你换班照顾爸。没啦，我袂伤忝。好啊，我知影，拜拜。我离开了，今天发生这么严重的代志，所以我妈记住你了后，就无再跟你联络啊。阿哥，我会当了解你妈的心情吗？是这么温柔佮善良的人，所以起码一定无这個心情，也无这個理由跟我联络。我知影你对阮妈足好诶，也毋过，伊即摆足用心去照顾阮爸，嘛毋知影伊当时才会好起来。阿金啊，你哦，也是需要斗三工诶所在啦，也是随时会当找我。你爸即摆伫倒一间病院，我是要去遐关心一下。毋免啊，我知影你是好意，也毋过阮爸即摆情绪较无稳定。我想，恁两个人还是先卖见面较好。你是惊我跟恁爸见面冤家的吗？你放心啦，我跟恁爸拢是大人啦，我道理是不会问题。而且我跟他是单纯想要去关心一下，这个关系会为难你。你出代志啊，所以我就来关心你。你放心啦，起码医学这么发达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好起来。多谢你的关心啊，你一定是要来出差的。
阿无恁豆豆讲啦，我先等下电话。等下啦，我是上一代本来就不够了。免啦，这段代志我跟你过呀，不该来了。一听到电话的声音，我拢希望是你打来的，不过你拢无你的消息。太衰啦！我了想这么大车祸，拢是为救啊，所以我嘛无真心去想这件代志啊。好啦，我了解啦。至少今天我来，我知影你不是超工来搞电脑，超工来插话，我就放心啦。太衰啦！我唔知道我造成你的困扰啊。我知道你是好意，要不过今麦回来受重伤啊，我实在袂放心家己的人。而且你嘛看到啊，伊今麦行动无方便，我嘛先过看麦，那有什么代志，明天再要讲好无？好啦，你应该先去照顾伊，因为伊看起来比我更加衰。多谢你听。这是你想要吃的豆花，本来还袂提起领导，互你，即嘛来。阿健呐，你老来吃豆花啦。周小明啊，我就想讲，因可能有啥物话要讲，所以我就先爬起来啊。嗯，哎呦，林彩燕，你也遮紧就起来啦。Chris 是来关心你的，而且我嘛无啥物特别的话要讲，所以就先等起。其实周小明啊，讲要来关心我，我真的是要来看你的啦。但是真正要烦恼我。你要甲伊加讲一挂，我也袂安怎。再讲即马啥物代志，我应该靠我家己。我袂当一世人拢咧依赖恁啦。海龙，你莫安尼讲啦，你已经最近就会好起来啊。妈，你今巴肚子枵啊，我来去买暗顿你食。多谢你呢，我你辛苦啊。你甲彩燕出去行一下，来去遐久哈？啊，都彩燕啦，伊想讲要替我调整一下心情嘞，所以就甲医生请假，带我出去兜风啦。啊，想到过去啊，阮做翁某的时阵，都毋捌亲像即届安尼，会当做伙出去好好欣赏风景，真正亲像人咧讲的。幸好原来会当这尔简单着。自从你出车祸，看到你这么细致，嘛真正足艰苦的。啊，不过今日看到你敢那重新振作起来啊，嘛真正足欢喜的。妈，真正真实的，这段时间和你这尔艰苦着。没了。只要看到你重新恢复希望，妈就安心啊啦！我看到彩对你这么用心吼，
啊，真感动，伊真正是上好的媳妇。一个人吧，让你失去着这么好的媳妇。过去的代志都免讲啊，啊未来呢？啊，恁两个人的代志，是不是有什么打算啊？我唔敢想啦。其实蔡燕即摆对我真尼啊好，我嘛知伊心肝内想法，伊是感觉讲对我有亏欠，所以才愿意伫我身躯边照顾我。不过妈，我真正感觉就矛盾，我无想要拖累蔡燕，啊，不过我即摆甲伊做伙感觉阁遐尼啊好。真正唔知要安怎。你若是会当，第一个蔡离婚之前，甲这个代志想通哦，你知影外好嘞。是啦，人总是伫个失去以后，甲查公应该好好珍惜。是啦，不管安怎，你拢爱家己先好起来，只有先好起来，才有资格讲其他的代志。对，我应该赶紧好起来。安尼，我才会当好好照顾彩燕。不过，你好起来应该是为着家己，唔是为着别人呢。要若无，彩燕若是无法度改变对你的感觉，伊也是阁介意小明，安尼都。妈，你是会烦恼讲，若是彩燕对我遮尼啊好，好我希望，假使有一天伊若等于做小明的身躯边，我是要安怎是无？你免烦恼啦，我袂痛苦，我正认亏。较早我好脚好手的时阵，人都不爱理我，更何况是即马安尼。我知我无资格，我嘛袂去强求彩妮的感情。先把感情的代志放一边啦，你一定袂当放弃啦，妈一定陪你。我知影，讲我即马伤势会好还是袂好？彩燕是不是愿意跟我做伙？想无我即马，我逐天拢过了真快乐，安尼对我来讲，都已经不够啊。先不要紧啊，无啦，我眼睛神经失调。好个啦，静点，有超人顾了。俺若要去拍看面啊，人家看到，拢会惊走了。超人呢？哪有看到伊啊？啊，恁就冤家安尼啊，伊哪有心情上班？嘿，我今麦是安怎啊？娘娘回来啊，有靠山哦，敢有这种靠伊家讲话啊？那不是你爸吧？把伊爱衫出来我房间，我叫人家去上台，敢二人先告状。哎，好啦好啦，拢我唔对啦。啊，不过严小姐伊也毋是咧气叶小姐啊，伊是咧甲你结气呢。啊，所以吼，恶人应该是你。你，哦哦，严小姐，我打电话来请病假。病假？你怕病啊？啊，就心病哦，嘛是病啊，啊，可能就是伤过气啊哦，唔只会无心情来上班。啊，若无哦，伊就看起勇勇啊，啊，若可能发破病，伊就破病啊。我若是你哦，我就更加关心，唔加看。去看伊，我暂时要开门，我心里要走无？刚才讲。
伊只是我的员工呢，我讲实话特别关心伊啊。就因为你甲人困两暝啊。你，我甲伊根本无安怎，好不好？我是发乎情止乎理，我是清清白白的。啊，既然无安怎吼，安尼是上好啦。啊，明明是该严小姐嘛。啊，既然人有情妹有意，就袂将所有代志拢撒去安尼去的身上。而且，你嘛因为严小姐的陪伴，心情不是更加好吗？啊，安尼去嘛足久无出现啊，对不？我啉醉了，谁讲你当贼啊？光头，你到底是对我是对安尼去啊？你是应该替我讲话呢，怎会像恁共款，甲安尼叫徛江边啊？归去啦，把我乖乖带安尼去啦。安尼去哦，久久啊，才出来一摆，啊，我无代志做，嘛足无聊的啊。我凊彩讲讲的，你煞甲认真起来啊？啊，其实哦，我做啥物代志，嘛拢足认真的啊。啊，其实讲到咧安尼去哦。我是足欣赏伊吼，迄阿萨利的个性。我上袂介一个人，伊会直接讲啊，我嘛袂像你安尼，八面啊面，啊而且，啊好啦，我来看包啊。是的，看包进去，请上会。哦。真正怕病啊！我刚刚打电话给关心姐。安尼就对啊啦，老公爱疼某，安尼才是我的好囝婿，对不？我想本来就是好囝婿啊，我不只要让你吃大餐，稍等哦，饭吃完哦。我阁甲你约好个高级的 SPA， 你好嘛？你好好享受一下。真是哦，恁两个人哦，实在足大心足友好的啦。家属讲哦，米奇甲米果会当产出米香同款，安尼我就放心啊啦。啊，叫小奈哦。哦，哦小小奈哦，我袂记起啊啦。妈。米果跟米奇，因两个无钱，你就卖为难伊啊！对啦，妈，后礼拜是你的生日，我想要带你去日本佚佗。哇，你敢不好？那唔好。我想，你爱交代你的员工，绝对爱是豪华之旅，好吗？好好享受一下，欣赏一下日本美丽风景。我想，有啥物问题是无？喂，啊，是，我知影，我等下睡觉。妈，啊，恁两个先头头好食，我公司临时有代志，我先去处理。啊？哦，好，那恁你先去保养啦，哈。太谢啦！啊，最近吼是旅游旺季，啊飞机的机会拢已经满，所以无多安排。阿妈说你是不是当简单班？不然以后要出国，阁有机会啊！我看状况再安排你甲妈出国好不好？袂用的啦，就是阿妈说你出国唔才有意义。好啦，我也无时间跟你讲这个，较晚咱再讨论啦。我先去保养。我感觉不想怪怪呢，我感觉伊的态度嘛甲较早无同款，是毋是伊就较有查某啊？袂啦妈，阿婆想毋是甲你讲无？伊嘛古锥，
一个大波人伫外口有查某，等下老实甲你讲。妈，这里哦，这里放心，我想哦，一直拢是爱我的。我不甲伊放生哦，伊敢谢天谢地啊，那有可能去外口找查某了。做伙嘛真过分嘞！讲啥物为着补充营养、补充体力，都搞当作使用人咯。哎呀，多一间餐厅，多一项菜，糟糕，就要忝死！真正就希望我分身术。哎呀，米香同学。廖妈妈，那才拄好啦，顶边嘛是铁才拄着你，不缘，难缘呐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哪铁家？哎呦，拄啊个客户伫遮应酬啊，要上客户走的时候，我头说哇，这金光闪闪的那个哦，绝世大美女，可姊妹要坐铁家，哦，你家个面型啊面型。小妹哦，哦，你这个同学讲话个真趣味哦。是啊。无啦。是廖妈妈不敢去，等你点菜了，干杯！哎呀，我一个两千年的欧帕帅。微微就会在厝里偷偷等，这难得的机会，我就陪伊做伙吃吃饭。李强同学，廖妈妈，啊，既然恁这样话。今日这顿哦，剩我做你点。啊，哎呦，啊你歹势呢？没啦，免这客气的，这好的机会哦，我哪会当回伫我面头前要走？一羹酒我捌饮过，足贵的呢。美酒配佳人，这技巧哦，卖惨，做你点。出来行行嘞！啊，妈，这暗顿无你才等于出家啦，较早休困嘞。今日暗我到那底病院照顾好了就好啊。多谢你啦，妈，你讲啦，妈，那呢，家己要注意哦，我先等下病房啊。等你，蔡英啊，我未甲你说多谢啦。今日哦，愿意陪慧露出来行行，有影真好啦。伊受伤了后，我是头一次看到伊的面有笑容的。这是我应该做的，妈，你无需要这么客气啦。慧露做这么多对不起你的代志，你嘛签了离婚啦，啊，你真正无必要安尼付出啦。所以妈一定要跟你说多谢。我看你对慧露这么用心，我想要了解一下。对慧茹的感情，我看得出来，慧茹已经改变真多啦。真正知影家己不对，嘛想要甲你挽回。妈，今麦讲这无适合啦。今麦上重要的是陪伴在慧茹身躯边，互伊赶紧好起来啊。伊身体的伤，咱会去陪伴伊。啊！不过，慧茹伊心内伤，但若有你，会当让伊好起来。我唔相信你看袂出来。你今日要陪伊出去行行，虽然伊嘴里无讲，啊，不过其实伊心内是真欢喜，有你陪伊，伊连回来都还阁嘴笑目笑呢。你即马无回答我，不要紧啦。你可能跟我同款，也未通了解。你即马照顾慧茹。是因为患难见真情，还是因为感觉对慧茹有亏欠？妈，我真正无法度想遐尼济，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代志尔。
不要紧，不管安怎我都了解。你即卖是唯一会当鼓励火炉的人，你的感情我一向真尊重。进前我阁鼓励你甲小明来往，我即卖上烦恼的是火炉阁安尼落去，伊阁个感情摕转来，放伫你的身上，恁两个若无结果，伊一定会袂堪的。所以，我想要先了解一下，你对火炉到底打算安怎？大哥有，包括小明啊，啊，恁两个人即卖是啥物情形啊？你敢会用甲我讲？妈，歹势啦，不是我不爱甲你讲，只是。我今麦真正无得想遐尼济啊，感情今麦上重要诶，就是会当回来上，过几好去再搁讲。我知影，我无应该安尼甲你逼啦，啊，不过我看会出来，即个回来，伊对你是真心诶。我拜托你，伫伊受伤诶这段日子，你会当支持伊，抱有决心去甲病医好。去接受血路的感情，我甲你请你陪伊行过这段上艰苦的日子。妈，我会照顾伊，一日别烦恼啦。就算讲你无开这个嘴，我嘛赶快做到到。多谢你，真正都多谢你。若是无你陪在伊身躯边，我真正不知要安怎才好。妈，你莫艰苦啦，这个花路是为着要救我才受伤的，妈害你对你艰苦起，我真正感觉我真对不起你。敢真正破病啊？还是伊根本是假过去，无想要看到我？我哪会睏遮久啊？啊，透早请假回来了，食药啊，就睏到即马。可我连一通电话拢无，敢讲伊搁在跟我客气，还是因为前女友的代志，伫咧无欢喜？
贫血也很慢的，现在真的跑病了。我当然也是身体在不爽快才请假的，我就请病假，请欧去假。没看医生吗？现在人还会不爽快？外面吃过药啊，睡一晚嘛，应该就好。你应该不是专工走来遮，确定我是不是有资格会当请病假吼，搞我老板？我讲话你讲话这么恶劲啊！昨天离开的时阵哦，人也好好，我知影你凶感冒，我想看别人诶。来，这是我特别为你备的鸡汤。多谢。感冒上好是会选时间来啦，我也无想要安尼啊，好艰苦。小丽，你的感冒敢是因为我你关掉？啊，咱也无安怎啊？顶摆两次讲我啉酒醉啊，就什么代志都袂记啊。其实哦，我真正什么印象拢无啦。阿长，咱到底有安怎无？你会记无？你哪有人安尼问你啦？啊，有讲你会记，我当然问你啊。我会记，我起来时阵，衫拢穿好好，你也不要洗啊。阿长，你这无安怎？我刚才记吼，你给我进。假假啊！臭酒味哦，感觉那可能就好啦。口渴喂，你跟你讲生笑的，林巧丽，你确定是我经理，不是你经我？我无想要跟你讲这啦。对啦，你后来跟我去找你的前女友。该解释讲，咱不是小人关系。你想怎啊？真的要紧你的心情？我只是无想要伤害伊啊。你若是知伊安怎伤害我，你就袂同情伊啊。所以，就算伊误会咱是联络朋友。我无必要给解释。阿哥，就是因为我是给阿丁教阿多，我嘛是坚持要给找你，因为我跟伊感情，你离开我以后，一切就结束了。我话还没讲完，我跟伊的问题，我要安怎处理，是我的代志，你免管。除非你是我的女朋友。你照看你管。人人相吞一滴泪，无怨当初的坚持。那是不管自己过笑到。我甲伊的问题，我要安怎处理，是我的代志，你免管。除非你是我的女朋友，你照看你管。我嘛无想要管，啊！不过你既然安尼讲，有才调，你就卖替我做挡箭牌。哎，好啦好啦，别这样激动啦。我信你，是我无心跟你参详，就讲你是我女朋友，这是我唔对，我改回事了，好不好？严巧玲小姐。
不起，答应我。嗯，我可以当原谅你，啊，不过我还是认为你应该去找你的前女友，好好解释清楚。就算讲你无要跟伊搁做伙，你不要去伤害伊。不可能啦、啊。我什么拢袂赴啊，那有可能要解释清楚，这是原则问题。是原则问题，还是你的投票？那是无爱，那会有分？假使讲你真正甲你讲的同款，对于完全都无感觉，那你是安怎你一看到伊就遐尔激动？迄就是因为讲你搁少要紧伊的。所以你根本就是在投票。哎，好啊啦，讲这是怎么创啥啦？我看，我带你看急诊啦。哎，你莫袂记诶，你明仔载才是访问呢，搁要参加慈善活动，你啥款呢？按时无得困好，明仔载哪有体力啦？哦，唔免啦，我已经有食药啊，安尼就应该啦。哎，我不是跟你讲生肖呢。明仔载我不准你请假，行，带去病院注射。哎，行啦。我跟你讲，我特别安排妈哦去做 SPA， 伊无喊你早回来，咱赶紧趁这个时间讨论一下，后礼拜妈生日哦，要安怎庆祝？大姐啊，啊，你有啥计划哈？我要带妈去日本佚佗啊，机票甲住宿哦，保险会出。啊，恁的部分哦较简单，只要护照替我做伙出，要送妈名牌包的钱就好啊，一个人办。哈，2万哦？啊，不过你嘛知影，我最近甲何伊都。我知影，你搁要讲恁公司拄开始无钱对无？啊，有你想要安怎庆祝？我是认为哦，无需去日本啊，啊，咱姊妹啊做伙煮一顿饭，买一个鸡卵糕啦，小礼物，大家做伙食饭，欢欢喜喜，安尼足幸福呀。伫个厝里食饭，伤过凊彩啊啦，哪有算庆祝？啊，尊嘟煞，你2万块我替你出啦。啊，咪果你嘞，你进前驾车应该有欠寡钱，你2万块。哎，我替你存啦。有啦，我家己有存款啦。啊，住喺闽西遐要开什么钱啊？2万块，我家己出啦。安尼好，搞定啦！我来赶紧来去买一个名牌包。啊，够差2万块，还叫保险出。啊，啊，佮叫伊赶紧安排机票，啊，佮有住宿的代志。哎，恁两个哦，赶紧把时间敲出来。伫个妈要出国进前哦，做伙食饭，提早庆祝。啊，安尼唔好，安尼唔好，啥物代志拢姐夫负责哦，真正想袂可能啊。屌心的，迄出国爱钱的，买包包嘛爱钱，搁要出去吃大餐啊？你有啥物要紧啊？趁钱就是爱开钱啊！只要我开嘴哦，恁姐夫就会乖乖啊付钱。这是妈的生日呢，一年才一摆呢。你是爱补偿，去倒位洗机票，还佫饭店互你啊？佮我想要买名牌包，无只把动作补偿是咧开银行的。大姐，啊你哪会雄雄来遮啊？补偿无伫咧厝啦。无伫咧厝，安尼，伊即卖人咧？伊当然嘛是伫咧公司啊，无会去倒啊。公司是倒一间公司啊？我看你根本哦就无关心你的翁婿，这就补偿，我真正唔知影。你是安怎娶这种某？大姐，啊，你是无代无志来搞晒什么圣地啊？啊，你竟然着急要找伯祥，是要借钱哦？甲伯祥借钱？你是咧讲啥？你敢不知影伯祥伊？啊，先给大姐拜谢啦！啊，阮大姐讲话较白吧，伊无啥物意思。是啊是啊，啊，你是不是差不多要去接囡仔？我陪你去啦。哦，啊，是啊，行啦，行啦，哎，行行行。
即天要去做 SPA 呢，你是安怎一个人坐伫遮？今仔日哦，要做 SPA 的美容师临时有代志，叫我改一个时间。嘛好，你刚才改时间，会当让我较早回来，听到恁姊妹仔讲话。你嘛有够不好的。妈，不是安尼啦，我姊妹仔真正拢就想要替你做生意。啊，不过我认为生意搁较重要。卖提生意做就够啦，你搞我过节生意这艰苦，你心外来根本就无我这个妈妈。我猜我是你这个糟囝，妈，不是安尼啦，我跟何韵今麦在都创业，啥物拢需要钱，你敢袂当体谅我？叫我体谅你，啥物人体谅我？我问你咧，你大姐讲要陪我去日本，你啥物不准我去？妈，免你出个一身五的啊，啥物不准我去？为什么？我，安那，无话通讲对不？无猜我生你这大汉，我过节生日会个这样艰苦，你真正是出世来领地花的啦！妈，妈，雨禾拢伊甲我讲啊，啊，朱火炉真正想好这项店了。伊是为着要保护我，毋再开车弄到安尼。即摆的医生拢讲，我都确定伊是毋是当好起来。我真正想袂到，伊会为着我出来动车。我听雨禾讲，你最近拢在照顾朱火炉，其实哦，伊的心情就复杂的。伊若是想到。因爸爸过去对你所做的代志，伊就感觉就生气的。啊，不过看恁两个安尼和平相处，其实伊心内就欢喜。啊，伊就是惊讲哦，伊的这款心情会去对不起你。这件代志，我会去雨禾讲，我会让伊知影。不管我做什么决定，迄拢是我家己的意思。我袂因为雨禾还是妈的想法，都委屈家己啦。姐啊，听你安尼讲吼，我就放心啊啦。你已经有别人活二十几年啊，嘛应该好好替家己想啊。陈燕 ，Chris， 你来来啊。顶届你因为挂心出火路，我拢无法度好好跟你讲话，所以这届我专工来找你。我知影最近真正无适合来教料理，不过我就是要知影到底过了好无，敢有需要打三工？我即摆真好啦，目前嘛无啥物需要打三工的。我知影啦，我知影你啥物代志拢家己担，也袂清清菜菜要求我甲你斗三工，我只是以朋友的立场来甲你关心，是说。询问你一个问题：朱火炉因为要救你，所以受伤啊。你道义上去照顾伊是应该的，我无立场反对，也无立场感谢。不过我真正就想要知影的，陈燕，万一，我是讲万一，万一朱火炉伊一世人就安尼啊，你有啥物打算？是阿姐，这个问题我是雨禾一直放在心肝内，唔敢问你的。这个问题，莫讲你唔知道答案，连我家己嘛还袂想清楚。我即摆目前，敢若想要照顾火炉，因为伊是为着救我，才受重伤的。我刚刚跟你讲，我了甲周小金还阁是阿母，而且我嘛无拍算要等伊个身躯边。
听你安尼讲，心内有数。你唔免顾虑阮妈，你头头想想清楚，再来甲我讲。若是你真正有需要人甲你讨论，你咪当找我。我是刚刚一句啦，我等你。我知影，多谢你。你先回去啦，万一会让他看到你，搁要乌白想，安尼就麻烦啦。小玲，麻烦你替我加照顾彩玲啊，卖让伊哦，因为照顾别人，连家己的健康也歹顾。放心啦，喂。祝福路的伤，若是需要继续治疗，你敢有想过找小郑当啥工？其实这件代志我嘛有想过，也毋过小郑甲花路的关系够紧张，小郑的个性我嘛真了解，伊是无可能这么简单就答应的。啊，毋过不管怎讲，伊也是真尊重你这个阿姊，所以我在想啊，若是你去拜托伊。我的卡也愿意放下过去温暖，而且朱伯如的伤也是好起来，你就无需要因为道义去有别滴的辛苦病。那是安尼，我的卡守正的愿意。恁姐不是无要承认你这个小弟，今麦搁找你来创啥？你即马是大通集团的总经理呢，伊讲安尼看你无，叫你来你就来，叫你莫找伊你就唔敢找伊，你嘛较有骨气好无？伊是我的阿姊，甲伊计较遐尼侪是要创啥啦？啊，当初我就甲你讲过啊，伊早办哦，或者是我甲你做伙的代志。啊，即马已经开嘴啊，咱就为一个台阶下，互相哦，互对方面子，安尼毋是较好？我即马是看你的面子，才叫伊一声彩燕姐。有机会你爱甲讲，叫伊莫软头轻骨。我是看你的面子才让伊的，莫料准讲咱直接行。好，我知影啦。小陈，热红茶，多谢。大姐啊，那想袂到你会找我。淑珍，我有一件代志是要请你斗相共。花都为了救我，去人弄到重伤，即摆两只脚已经无法站起来啊。医生讲，就算讲动手术，好的机会嘛无大，除非有更加好的医术。我想这件代志对你来讲也不是问题，你的手不是已经……海燕姐。你头壳顶迄光环真正是有够光诶，光到我诶目睭拢闭未开啊呢！你拄仔讲啥？朱辉咯，当初伊甲你头壳一边一身子拢唔合理，搁对你家暴，你即马搁拜托守正去替伊动手术，安尼敢会是过离谱啊？哦，我知啊。你也想要叫守正去替伊动手术，然后甲朱慧罗的胸部搞愈来愈严重，你想要用这种方式来报仇对吧？一段美丽的关系，事到如今才明白，两人为伊的情。痴心无过门的情，谁对谁人流？